一开始会觉得很崩溃，怎么养小孩好累，然后随时都不停的在喊妈妈妈妈，那小朋友一放学回家就会觉得说我的耳朵开始被轰炸。好，哥哥可以介绍一下吗？我是陈炳浩，我是最大的，他是陈伟浩，他是二哥，他是陈正浩的，然后三哥，那个呢，妹妹呢？陈怎么没？我是老四，他是陈祖，他是老四。真的，老五呢？他叫陈怡，他是老五。他是叫陈妈妈朋友，他的名字，他名字叫陈怡阿姨。我叫陈怡心，叫星星，给阿姆的卡片。但是随着时间，小孩子开始慢慢长大，他们会看到他们互相玩在一起，都有伴的时候，或者是说会互相照顾、互相帮忙，就会觉得很欣慰。